回答，回归太逗了哦。姐姐那边比较危险，但姐姐一直待在家里，所以应该问题不大。她跟我说什么呀？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我嗯，给你们吐槽。今天几号了？打麻将。哦，我星期三了，你生日快乐。Hello, my ladies. 今天的 vlog 没有录出来，因为我今天一直被各种老师叫来叫去，叫来叫去的，已经把欠了很久的那个辫子头的教程给出了。我一般要中分，我一般要给自己中分，这边后面也好好分，然后就分好了。拿个辫绳，你先不别的地方给它扎起来，然后你就开始弄这边的头发。哦，看到了，就是你先在这边挑出来一个三角形，我觉得我扎的过程可能不是很好看。然后麻花辫应该都会变吧，麻花辫应该都会变吧。这个放过去，然后再这个放过来，这个放过去，就基本上就是。把一个放到两个的中间，你就能拼出麻花辫。然后我们回到那个三角，这边抓一个三角出来，然后把这三角分成三股平均一点的那种，就先开始编圆麻花辫。大概编到第三下的时候，你开始把头发往里面拿，就是练这个，这根头发，你就原本就这么一根嘛，然后再收一点原本不在这股辫子里面的头发进去，然后跟其他的两个混在一起，然后这边也是这个道理，你收一点头发进去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边这一根也是收一点头发进去，然后就一直这个样子重复，你看这一根。收一点，然后再放回去，然后这一根收一点，然后跟其他两个再缠在一起，然后你就一直这么弄就好，就一直这么弄就好。你下面想留，我刚拿了那个发绳，在这里，就好。然后我们再同样的做这一边，抓一个三角出来。我会这么想，就这三根辫子都是偶像，就是偶像，对，这三根辫子都是偶像。然后每次 C 位都要换一个人站，然后那个人站 C 位的时候就要给他多一点头发编过去，然后每次都轮流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就是拳击辫的教程了呀。Yeah.